近日，青年演员肖战再次揭晓了新身份。之前，肖战官宣成为《爱上北京的一百个理由》的宣推官，如今才过去没多长时间，肖战再又有新头衔。不得不说，肖战确实很优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的新头衔不仅仅只有肖战，还有肖战的搭档杨紫以及其他优秀的演员。不管怎么说，肖战问心无愧，是名副其实的优质偶像。原来在鹅厂公布的冬奥报道学武官阵容名单里出现了肖战的名字，和肖战一起榜上有名的还有肖战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里的合作搭档杨紫，如今二人再次搭档非常合适了。当然，这次获得新头衔的还有很多艺人，除了肖战、杨紫、周深、张杰、刘雨昕、王源、时代少年团、龚俊等也是如此，都非常优秀。我们都知道，肖战之前是北京宣推官，北京官媒点名邀请肖战，当肖战成为宣推官后，确实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，有意义的活动得到了粉丝们的积极响应。如今肖战再次揭晓新头衔，已经陆陆续续公布很多了，每一个都是因为肖战的影响力和正能量，这样的肖战不需要质疑，肖战最起码可以说是问心无愧。总之，期待肖战接下来的表现，也期待肖战和杨紫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。尽管一直都没有等来，但观众们期待的热情一直都很高涨。作为实力派演员和歌手，作为优质正能量偶像，肖战确实值得期待，未来可期，认可度很高，这也没有问题。